咁我梗係希望中國好。由政治分析，因為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嘅經濟問題，到投資理財、樓市動態，到生活品味，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 Finance 730嘅精彩內容啦。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第二節的股壇思見。我們一開始的時候，不如講講香港的防疫政策。近來就非常不幸，香港的人確診人口就已經突破了10,000，令到我想政府都挺尷尬，就是究竟收緊還是放鬆。曾經很多人都預計11月就應該會放寬，因為有些金融會議，也可能這一波的疫情有可能會減卻。但是似乎呢就也有很多爭拗。先生，你怎樣看所謂的0+7呢？你認為香港政府是不是真的會有可能是會有少少放寬的政策出現？我認為整體的趨向咧係放寬的咁有啲話啊，唔係好確定喎。我話方向好確定，日子就有少少唔確定啊。咁點解方向好確定呢？呢、這個係由 Omicron 呢種病毒而家變異去到咩程度嚟決定噶嘛？如果 Omicron 變異到哇～有空氣傳播，很快感染到，而且是通常啲人都係2小時之內就死噶啦。咁會唔會放鬆啊？係，梗唔會放鬆啦。咁而家係你攔又攔唔住佢。係嚇，你要即係而家要攔 Omicron 係難過攔啦 Delta 時代噶嘛嚇。咁你攔又攔唔住佢，但佢又唔係好殺傷力好強喎。你話啊，唔係啊，都有10多人一日嘅，有時嚇過即係過身啊。咁但係通常都係年紀大嘅，嚇同埋一般人感染到嗰、那個即係病徵都唔嚴重。就我所見，身邊周圍嘅人對 Omicron 嗰個恐懼嘅程度係降低咗嘅。咁而第五波疫情開始的時候相對暖籠一點，主要原因是政府定嗰個隔離的標準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你咪將啲唔使隔離的人送曬入去醫院，最後啲老人家反而要輪喺門口冇得入去。咁我相信政府是睇到呢個情況下咧，所以你睇呢一段時間疫情是嚴重了的，感染的數字多了的，政府都沒有收緊到社交距離的所以整個趨勢是放寬，放寬到幾時會0+7呢？現在說就說7月，不是11月，我認為11月不放年底都放的了中國就10月中就開20大，我相信20大之後咧，好多要檢討嘅政策咧，都會陸續檢討，然後出啲調整過嘅新政策。因為喺未曾即係嗰個權力個分佈未定案之前咧，如果去修訂一啲政策，就會引起爭拗影響嗰個權力架構所以通常喺開大會之前咧，大部分嘢都唔喐住嘅，咁開完會啦，你10月中開咪開到10月尾、11月初咁啊，啲政策陸續會檢討噶啦。咁檢討完出嚟，我認為個大方向咧都係放翻寬嘅，即係。因為而家你收得咁緊咧，中國經濟都付出代價嘅。我哋喺內地好多城市，哇！一時呢度唔俾開工，一時嗰度唔俾開工。最近就深圳啦，近係啊，深圳都受影響啦嚇。有啲地方即係西安啊嗰啲開下停下，咁所以你睇最近公布啲中國嘅進出口數字，都冇預期咁好嘅，好多嘢係被疫情打亂了所以我相信總趨勢是放寬，大概的日子快就年尾，慢都是明年第一季
就會復常啦。明白，明白。咁啊，問一問浩德啦。雖然話疫情已經差唔多三年時間啦，咁但係仍然有好多關於即係疫苗啊、食咩藥啊，都有唔同嘅講法啦。咁啊，最新就傳即係內地都會大規模可能用啲新型啲嘅即係冠狀病毒嘅藥啦。咁你可唔可以同觀眾可能即係叫更新一下咧？近來啲藥廠嗰啲表現啊，或者係相關公司嘅有冇啲咩特別嘅藥係出嚟嘅咧？哦，咁其實。疫情雖然外西方社會就共存啦，咁其實佢哋研發咗嘅都係主，暫時都係靠疫苗為主啦。口服藥都已經有，咁大家聽過復必泰，咁香港好多人都係有接觸過或者有啲認識啦。咁其實反而係中國大陸相關嘅藥廠，其實做咗好多即係繼續研發自己嘅國內嘅藥物嘅。不過其實依個就你拉翻遠啲，咁其實所有高端嘅行業咧，其實你都見到一件事啊，就算外國有咧，大陸都會自己做，因為好怕即係外國即係假設我哋過分依賴佢任何嘢咧，就會成為人哋嘅一個即係同晶片一樣啊，一個工具或者武器，令到即係俾人揸住條頸咯。咁其實中國落自己都係做緊呢件事啦。咁但係你話藥品嘅價錢其實反而而家係即係唔即係同之前想象其實就係一段好短時，即係大家覺得好短時間就會結束嘅話，如果你記得疫情開始之先咧，就係你睇翻2003年嘅沙士幾個月就完咗啦。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比大家想象中長嘅，係咯。咁但係整體，但係如果從個股票市場嘅角度咧，其實呢件事咧，某程度都淡忘咗嘅。即係我諗，譬如你美股有幾隻係真係做疫苗咯，咁啊早兩年咧就係大家。個資金就好興奮嘅，一見到啲疫情宗數多咧，咁大家覺得啊，好多人要好緊張啊，所以需要好多人去打疫苗。咁第一就接種已經過咗個高峰期啦，第二大家個心態都係共存啦，所以其實嗰個市場個反應係冷淡嘅，甚至乎港股你見到幾隻都係類似情況。咁先生頭先提起，即係內地嘅經濟可能好反覆啦，最新嘅出口數字、入口數字都低於預期啦。其實會唔會係真係純粹疫情咧？疫情過咗係咪會反彈，還是係即係啲根本問題？譬如可能房地產啊啲影響好大咧。唔止疫情嘅嚇，因為喺過去嗰一兩年，內地喺嗰個經濟政策上，或者對某啲行業嘅政策上，都推出過一啲喺外邊睇嚟都幾辣嘅招數啊！嚇，咁啊，譬如教培事業差唔多係半停頓啦，嚇，咁當然有啲轉型啊，做咗第二啲好似生存到，但係好多係停咗嘅。你地產就更加嚴重啦，嚇，你三條紅線出嚟，好多公司都再借唔到錢啊，資金鏈斷裂啊，好多地方政府賣唔到地啊，一啲信託嘅產品啊，投資產品陸續違約啊，對地方政府嘅收入影響好大。而家我相信都有好大嘅壓力，要逼中國政府將更多嘅注意力放翻落去經濟層面，以前係發展係硬道理，有一個時期變咗係改革整頓，尤其整頓某啲企業。咁當你要翻發展嘅時候，你可能都要即係對啲企業家要寬鬆啲啦，要啊，優惠啲啦，鼓勵下佢啦，唔好成日扮佢先得噶。要活下去啊嘛！因為而家扮到好多人都唔夠膽喐噶，即係好多大嘅企業其實發覺個環境唔就手。你要好似即係嗰啲大嘅阿里巴巴啊、騰訊啊，佢哋嗰啲本來佢哋有個投資部門好積極揀嘢買噶嘛，佢哋係。買好多嘢嘅，因為佢哋賺咗錢，咁佢就投呢樣投嗰樣，希望一路有得發展先可以維持到佢嘅高 P/E 啊嘛。如果佢冇新希望俾人哋嘅，哇！你就咁噶啦，賺錢都冇用啊，要就嚟有錢賺，而且可以賺大錢嘅希望，但係佢哋最近都停咗去揾新嘅投資項目。咁喺咁嘅情況下。經濟實唔好嘅，經濟入邊實要有人開新公司啊，請人啊，租新寫字樓啊。哦，大家唔好喐住啦！而家環境唔係幾好，
停一停先啦，咁啊經濟就停㗎啦嘛。所以我相信嚟緊中國政府要做好多嘢，恢復企業家嘅信心、令到企業會重新去投資，因為最近銀行放錢出嚟都冇乜人睺喎，佢都唔夠膽去馬，你俾我都冇用啦，我都唔準備去開公司，所以佢要扭轉呢種咁嘅心態，先至經濟會好翻咯。咁浩德頭先講開出入口數字啦，其實入口數字就出口數字比較多人關心，但入口數字其實都真係幾低嘅增長，係得零點幾啦，會唔會代表內地嘅消費市場都好疲弱咧？哦，係啦，所以其實依個係一個警號嚟，不過依個其實就唔係近期嘅事，其實就今年大家都見到國內整體嗰個宏觀需求係差嘅，就先阿先生講過，即係企業即係做生意嘅人差，但一般嘅消費力都係出現問題，即係大家可能早兩年又講消費升級啊嘛，今年其實喺國內咧出現咗個幾得意嘅，就係大家覺得消費降級，因為揾唔到錢，可能連公務員都話可能要白紙出糧。咁你整體其實國內個消費行業唔單止高端，即係你話即係買樓買車就係嗰啲即係大額嘅消費，其實整體個消費都係啲疲弱。咁消費疲弱，咁你進口嘅咪會少咯。所以其實你見到過去一段連續幾個月，你都見到國內個進口數字但係反映咗個需求端整體個需求比較疲弱咯，出口就今啱啱上個月就突然間都叫跌咗落嚟嘅，就比較明顯啲，令到大家擔心會唔會係即係作為過去一段時間仲係叫做支撐到中國經濟同埋支撐到國內就業人口，即係出口就應該佢唔係跌咗落嚟，係咪即係增長慢咗啫？增長都仲係增長嘅，都應該係上個月7%啦，突然喐咁樣。過去一段時間係即係有時雙位數字嘅20%，舊年20%，今年上半年都10%咁一路跌緊落嚟。咁呢個就係即係你賺外匯啊，賺外邊嘅錢啊嘛。咁嗰啲都開始差咧，所以你見到近期就人民幣都要貶一隻咯，貶下隻咯，即係增加翻。個競爭力，即係刺激下個出口。除咗消費比較差之外，啲先生提過啦，即係企業家都可能會停一停，望一望就唔投資住。但係似乎港股嘅情況就仲嚴重啲喎，唔單止係唔喐手喎，甚至乎係出手沽貨。即係好幾間公司嘅，即係可能管理層或者大股東，譬如騰訊嘅大股東啦，都其實係沽緊即係將啲貨轉做入倉啦，叫做然後再沽出去啦。浩德，你點樣睇咧？會唔會即係代表即係機構投資者都開始有啲大啲嘅即係喐動咧？咁其實依樣又唔係今日，唔係騰訊嘅管理層，係騰訊嘅投資者啫，係啲外國嘅投資者啫，佢哋賺到盤滿缽滿㗎啦，就開始賣貨啦。但你見到其實今年即係我覺得嗰個係觸發點，個觸發點就你見到南非股東又沽騰訊啊，你見到孫正義又沽阿里巴巴，見到巴菲特就沽就比亞迪啊。咁你見到外邊嘅投資者，其實今年即係大家好多都係個講法，就係外國嘅資金對港撤出有啲撤出嘅情況咯。但我覺得個問題最根本就係即係港股本身嗰個資金係少。係啦，即係所以即係佢哋一唔玩咧，咁你見到其實依段時間就算話好差啦，係咪跌到恆生指數去到19000或者穿埋19000，但係佢成交都好低，即係其實唔係好多人好熱心地去沽你都自己頂唔住，就因為其實就係冇乜資金喺度依度參與緊啦。咁所以我諗就係嗰個係一個觸發點，就係已經冇乜人參與嘅情況底下，可能你有人沽下咧，其實大家就算想買嗰啲都等一等咯。咁所以就令到多個原因，啲人個市就比較辛苦呢段時間。好多你提起即係人民幣跌咗，其實亞洲區好多貨幣都跟住跌，因為即係除咗本土嘅問題之外，其實外圍加息都影響好大啲錢。基本上係美元升咗。美元升啦，係我再美股指數而家最新110啦，所以其實呢個都即係可以疊加一下就係點解舊年港股咁差，今年諗住好平都仲可以咁差，其實即係一個元素大家冇睇到就係因為其實港股係用港。即港元計價咧，港元就同美金掛鈎嘅。即係港元升咗值咯，所以唔使出咁多都買到咯。唔係，就正正因為我哋港元冇貶值到，咁所以我港元貶值咧，就個股市個指數會貶值啦。掉翻轉，你睇日本，日本可以幾好，但係
因為你睇個指數幾好，但係佢個用個 yen 嚟計，日元計價其實跌咗好多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用美元作為依個基礎單位去量度翻，其實港股反應 A 股嘅呢段時間，因為人民幣係跌咗幾個 percent 噶嘛，即係佢已經相對其他嘅貨幣係強，但係都係跌咗幾個 percent。咁譬如話佢應該計到今日，可能你覺得港股恆生指數跌咗19% 啦。咁滬深300指數都係17%，但係滬深300指數累積仲要加翻佢貶值咗幾個 percent，其實跌咗20%嘅。咁所以港股有個原因就係點解好似冇乜嘢已經跌完，都仲有一跌咧，就係佢要反映緊呢段時間美元強勢，咁佢嗰個匯水壓力就反映咗個指數上高。最尾又問一個常常問，但係都幾難答嘅問題，就係近來恆指跌穿咗19000，兩位認為會唔會短期？譬如先生可能話覺得11月啲新政策出嚟咧，會唔會香港股市有機會短期見底咧？因為大環境咧，其實係向差嘅咧，佔主要嘅。我頭先話二十大喺十月開完之後，會有一啲政策上嘅即係調整，呢啲係有利因素嚟嘅。但係你譬如去全球化，就令到經濟嘅效益降低，可能持續一個好長嘅時間。地緣政治嘅緊張亦都唔會一下子即係平和翻嘅。咁唯一好處就係疫情，我認為係會慢慢見頂回落㗎啦。咁即係經濟，我認為即係嚟緊，即係明年啊，走下坡嘅機會係大嘅。係咁不過股市提早反應咁解啫。即係經濟走下坡，唔係淨係香港，全球都係會咁㗎啦。咁你即係全球唔得嘅時候，香港外向型經濟冇理由獨善其身嘅，咁所以就大環境就唔好。不過係咪已經反映曬咧？嚇，即係你譬如股市跌，交投少，其實都係靠近底部嘅一個原因。即係手上嘅貨唔算太多啦，要劈嗰啲都劈得七七八八啦。咁浩德點樣睇咧？會唔會跌穿19000係個機會咧？咁第一就睇下你諗住揸幾耐咯，即係如果你話諗住咧今日買，聽日咧博一個反彈，咁依個其實就唔需要分析太多啦，純粹睇翻即係喺啲好技術嘅層面咯。但係我認同一件事就係、是，如果就咁睇，即係因為呢啲時間咧，其實我都覺得個宏觀個壓力係對個資本市場影響係大嘅，即係無論你買咩公司都好，咩行業都好，個大環境個壓力係好大嘅。咁而家個趨勢咧，大部分都係差。頭先先生數，即係可能而家你數嗰個大環境嘅負面因素咧，即係兩隻手都數唔完係嘛？咁但係就係去到呢個位置就係佢應該即係個估值其實經過咗去年年頭即係嗰個即係30000多個浪頂跌落嚟，其實從無論你從計 P/E 傳統咧個估值其實而家係平啦，而跌嘅時間性嚟講其實都幾長嘅，即係港股如果過去咁多年其實好少衰足年幾啊，超年係好少衰足兩年，因為其實個市場係反應得好快嘅嘛，即係睇淡嘅人個市場有個流動性嘅話，佢就會沽咯，沽個股值就會下降咯，咁就會反映呢件事。個沽壓都大啦，咁所以即係如果綜合兩位意見，雖然跌穿19000咧，但係大家都係要謹慎行事嘅。咁好啦，我哋今集嘅股壇思見去到呢度，記住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啦，一定要 like 啦、share 啦，同埋咧喺我哋呢個節目嘅 YouTube 裏邊咧留言嘅。我哋下一集咧再見，拜拜。咁我梗係希望中國好，由政治分析，因為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到投資理財、樓市動態，到生活品味，記得訂閱我們頻道，按這個鐘仔，那就不會錯過 Finance 730的精彩內容了。